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艺人谢霆锋与王菲世纪复合后一直爱得甜蜜。元宵佳节，峰飞合体到日本旅行，又与陈奕迅夫妇唱 K。期间，王菲凭歌技艺示爱，使霆锋速到爆。虽然有女友相伴，但霆锋都不忘开工，为节目风味四处寻找食材。今天他在社交网留言，在东京寻找到世界上第四种巧克力。见到霆锋拎粉红色的巧克力，一贯冷漠脸拍照，但另一张照片就见他美滋滋的微笑，似乎和王菲边走边挑食材，难怪样子很像品尝糖这么 sweet。 网民都问，不知道这张帅照片是不是由王菲开机拍摄呢？王菲和谢霆锋这段感情可谓是被人们津津乐道，不仅是因为两人是公众人物，更是因为他们的爱情是超越年龄的。谢霆锋与王菲年纪虽然相差了11岁，但彼此都不在意，在他们的眼里貌似只是看到了对彼此的爱意，这也许才是爱情吧。